郑楠，他是我出道以来的一个，就是我所有专辑的制作人。对，我就今年对他又爱又恨，是因为他真的太忙了。我觉得他是一个最了解我音乐的一个人。我们两个人是有音乐共通点的，就是甚至有时候都会让我误以为我们两个人的音乐细胞是不是长得都是一样的，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今年我唯一的成就感就是我的编曲的名字终于在他前面了，因为很多歌是我编的，哎，我们两个人共同编，但是我参与的内容要比他多，哎，我很开心。